让我们来猎杀那些陷入黑暗中。不是已经不用服兵役了吗？第一把没起得来，没看，主要看最后一把评分吧。第一把，记住这个人的 ID， 记住他这句话，第四把老子必逮射题，老子第四把必把射题逮出来。第三把也有机会赢啊，第三把几率爆炸都没输多少，第三把也有机会赢的。包是猪开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教练只要一说包是猪开，赢了就是我下号了，输了就是我上号了，100%。最后看卡拉位吧。
看比赛吧。